喂，您好，我是魏于田，马上就来迎接周末假期了，要先来提醒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在今天的午后呢就会变天了，同时不只会下雨，在温度上呢也会有一些明显的降温。来看到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其实各地的天气都还算是蛮好的哦，高温部分都可以站上三字头，不过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在中午左右这一道锋面就会逐渐的通过台湾的北部，接着东北季风就会接力的南下了，因此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转为比较阴沉容易下雨的天气，而在雨势比较明显的地方呢会出现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在宜兰这边，同时是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而在中南部来讲呢都会维持在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而来到了这个周末假期，由于水汽会比较多的关系，也因此呢在桃园以北还有整个东半部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而一直呢烧到下个礼拜一的下半天的时候，纯水汽变少之后呢，整个迎风面的降雨状况才会逐渐的缓和。而到了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可以说是近期来讲天气回稳最稳定的两天时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咯。而且这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除了会下雨之外呢，温度上面的降幅也是会相当的明显，因为这可以说是入秋以来最有感的冷空气南下。来看到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在北部地区温度呢是会下降到22-23度左右，其实跟白天的高温比起来就是有蛮明显的落差，而到了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同时又会再有冷空气不断的南下递补下来，而在这时候呢最冷的时间点就会落在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清晨，而包括了北部还有宜兰这边，在市区的低温上面呢是会降到了18-19度左右，而局部空旷地区更是会跌到了16度的低温，虽然整体来讲没有到真的非常的冷，不过呢在温度上面的下降来说还是蛮有感的哦，也要提醒大家可以先把一些保暖的衣服准备起来，预估呢是会凉上4天的时间，小心不要着凉了。再带你关心今天全台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到在北台湾的部分，在今天午后呢就会变天咯，在基隆24-27度，台北25-30度，新北25-30度，桃园25-29度，新竹25-28度，苗栗25-29度，降雨几率来到10%。而再看到在中部地区，台中27-32度，彰化26-30度，南投27-32度，云林嘉义26-32度，降雨几率都是零。而在南台湾的部分一样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在台南28-31度，高雄30-32度，屏东29-33度，降雨几率一样都是零。再看到东半部地区，宜兰25-29度，花东呢是26-30度，降雨几率稍微偏高，是在宜兰来到了50%。最后在外岛的部分，连漳21-25度，金门23-28度，澎湖25-28度，降雨几率最高是在连漳来到40%。昨天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就会变天了，锋面通过之后呢，东北季风就要来增强影响，而在北部东半部地区都会转为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而其中雨势最大的呢就在基隆还有宜兰，而在晚上的低温部分，北部地区会降到了差不多22-23度左右，其实算是蛮有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咯。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感谢你的收看。